手不是自己起来的，手是因为你的胸挺起来以后，手就起来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弯起来以后，你要让它更挺，你要让它手举起来就要更挺。所以做这个动作可以让你的脊椎一直往前挺，然后你的这个胸膛会打开，然后收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是因为你的背弯的时候，你的手就弯了，懂吗？懂。